今年一度的父亲节已经来啊，为了要向模范父亲表达心中的敬意，院长王长亮伫创新学院公开表扬20位模范父亲和18位好人好事代表，感谢因对公益的热情和付出。县政府拢会来表扬咱的模范父亲，行好人好事。常常较早咧讲抱阿手抱囝儿，才知爸母死。这句话确实非常的真实的反映这一个爸爸妈妈的辛苦。咱大了，讲实在嘛，甘牺牲来回馈咱的许多人。所以父亲或者是母亲，永远是家庭很重要的支柱。这爸爸吼是足辛苦，伫外口拍拼，啊吼伫外口拄到的委屈吼，拢袂倒来厝里讲。啊，因为吼啊，所有的艰苦吞伫腹内，啊，莫互厝里吼安尼心情无好。啊，这就是吼爸爸上个伟大的诶所在啦。王长亮分别摆怀父爱如山，为善长乐变难。感谢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多年来的辛苦和打拼，希望大家都能以此为典范，让社会充满爱和关怀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